国宝师傅郭晶晶一锁得男，终于在8月27日为霍家诞下了第四代传人。身为婆婆的朱玲玲下午神秘现身，即从特别通道离开后，晚上8时许再次乘座驾来到养和医院探望儿媳和孙子。这位最美丽的奶奶更是全程笑不拢嘴。即系真系做好人啊！好好好好，系啊，好开心啊！第一次开心，自我好开心。呢个俾佢哋自己讲啦。唔系你觉得咧？你觉得似边个？我唔识，唔系啊，佢成日转嘅嘛，系啦，所以冇讲住先。你遲啲有機會見睇光文問佢啦。我喺嗰度，你有冇去俾 idea 啊？我啲中文好差嘅，所以都係唔係唔會嘅，俾翻佢哋自己改啦，佢哋中意嘅名啦。送啲咩俾孫仔啊？得噶啦，我會同佢哋商量噶啦，唔需要買報紙。東星娛樂整理報道。